有
你好。我把这个歌一直唱，唱给我弟兄听，我弟兄带到中国大陆去唱，然后唱又唱回来，唱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有一天回来就问我，台湾的牧师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和神，听说你会唱歌是吗？”听说你会做歌，那有一首歌哈、我唱给你听看看好吗？这首歌叫做《宣教的中国》，是一个大陆的小女做的。他一直后来才知道说，哎，原来是台湾人做这个宣教的中国。听看看，
教的中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现在福音正在苦难的中国开始发芽，然后开始成长。很多基督徒现在都进入到中国里面，要把这个福音传向中国，让这个中国人呢承接这个霸次，然后再起来向世界宣扬福音。福音要进到耶路撒冷，有一个艰苦的工作。中国人起来要向这个世界宣教，他的旁边是佛教国家，是佛教的国家。这些国家呢，视他们的这个信仰如生命一样的坚强。但是我们要传福音，不是路过这些地方，而是要传进他们的心，让他知道，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他的大能，这个大能要进入他们的心中，使他们也出来传。哇，这个工作就很不简单，很难做。所以我个人预计，到时候为主牺牲的、为主殉道的，必然事出可见。但是这一半，我们中国人要起来承接，而且要起来传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如果合成今天做主也能够传，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可以。阿门。你们也一定可以传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传福音是用的心，是那个心，那个心很重要。那个心不需要你多火热，那个心只要你说我愿意，上帝就在你面前做的。所以刚刚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没有拒绝我的名，也曾遵守我的道。看了、啊、我在你面前要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这个门是无人能关的门，是耶稣基督开的门。阿们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使彼得能够得人如何的人，是耶稣基督，不是他自己。我们会不会软弱？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多么不配的，只要说我们说愿意，这样就好了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彼得啊，这个人啊，当初耶稣在这个福音书十五章十六章嘛，十六章十五节的时候，他们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啊、你是耶利米，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说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告诉彼得说：“这不是属血气的人说的，西人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，这是天父，我的天父只是你说的。因此，我要将这个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，我要将天国的钥匙给你。”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把你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阿们。他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。然而彼得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到十九节、二十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要受苦，受文士、祭司长、长老的唾沫。”然后我要上十字架，三天后复活。西门说：“不不不，你不能去，哎，你不要做这些事情了。”
四节而已。一个是西门八约啊，我要将教会建立在磐石上。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会软弱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上帝知道。你现在很刚强，你回去可能就软弱了。你现在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，或许你上路就跌倒了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与你同在，阿们。我与你同在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当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你就能够阔步的向前。因为他跟耶稣也是这样说的：“我岂没有用过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阿们。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基甸同在，以色列已经在以甸人手中的时候节节败退，但是耶稣说，我要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必击打米甸人像击打异人一样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或许你真的为了你自己很苦，我昨天又看了那个不该看的，我昨天又跌倒，我又犯错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资格成为神的仆人。不，那是你自己在看你自己。耶稣不是这样看的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儿子啊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，而且已经为你复活了。”阿们。就像刚开始，我很恨我那个朋友，但是耶稣带领我去跟他说。你没有罪，耶稣在十字架已经废掉了这个冤仇，冤仇已经废了，而且我们跟天父已经和好了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耶稣也在你的旁边。他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他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，使我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也住在我的心里面。阿们。我怎样的宣教，你不一定跟我一样的方式，因为上帝带领人每一个人不同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传道的，我很感动的，之前死在南海那边的一个牧师先信道，在塔利班那件事情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后来有一个传道人男的也被杀了，你知道这个男传道人在做什么事情吗？他每天晚上必须要帮一些残障的小朋友洗澡、喂饭，然后这个保护他们睡觉。后来他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些我那时候还想说，那这些。